后面这头牛就是今天的 VIP 贵宾，师傅将给他奉上完美修脚服务。据农场主说，这头牛的蹄子很早就出问题，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，治好之后也好开席吃饭。听说这次是师傅给他修蹄子，牛兄迫不及待地走进了机器。两边的蹄子都长得错开了，师傅说这可不是个好现象，他现在要穿戴好装备开始工作。这只大牛蹄子看起来是不是很有食欲？老规矩，谁的赞多就给谁嗦一口。首先师傅在牛蹄上展示了一招失传已久的按摩法，空气按摩法。接着拿出打磨机开始打磨，要将这凹凸不平的表面打磨平整，并且找到致病原因。师傅说，你别看表面很正常，这层角质下另有乾坤。然后就拿出了剃刀，小心翼翼地开始刮。两蹄中间已经能看到出血，师傅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在此刻也放慢了速度，稍微用大了劲就会造成二次伤害。接着给右边蹄涂抹上橡胶树脂，由于这只蹄子较大，给装上了两层护甲。最后拿出绿喷雾，这是 VIP 才能用上的，药效别提多攒劲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观看。